好，我是姐姐谢金燕，我们要见面了。我今天呢穿的是，我去 fitting 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应该是店里面最闪亮的一件，越浮夸姐姐越爱。我觉得今天的感觉是很棒，而且是很撞色的，紫色的衣服闪亮亮 bling bling， 你看她的鞋子，还有这个包，不浮夸，但是呢，当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切都非常合理。真的很期待 Moschino 的秀，所以我特别的开心。想说等一下就开始物色之后可以上台表演的衣服。